刚刚没有说到离开吧，他说恰离开改变，啊，这就要先讲啊，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哈。我说呢，他为什么恰离开改变？我们讲的恰离开改变，其实就代表这个时候他的正向力很大，等于那个什么，这里稍微好，所以看，好，这是反之，我来画一下啊，那在这里。OK， 好，那可以可以。先从这方向好做学习的话，好，那化解前几个关键要掌握住，就是它一定要对称啊。现在呢，它所谓的利品呢，代表呢，在这个位置上，它怎么样？它受到的力量合力的是吧？等于等于啊，好，所以这时候呢，它的这项得到。好，那你知道这件事之后，这个时候就很重要。这时候最高点的时候呢，它的正向力得到。好，它是恰离开嘛 ，N 到等于。来注意哦，重点来了哈、哦。这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，就是怎么样？它的加速度的最大值得到，就得到，就得去。那这时候就简单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我们知道解谐中是对称，是完全对称的运动，所以它的最低点的加速度那个就变成 g 怎么样？向上，这样很好。那为什么会 g 向上？很简单嘛，它只有受到两个力啊，对不对？那其中一个重力是怎么样？重力是最方便，它从来就不会变，对不对？
那所以重点在哪里？正向能量。而且我在讲更很简单的概念，就是你看到最高点是底，中点是两居，那最低点是二两居，这其实就有很明显的一个系统是怎么样的。那它所在上面的中点，所以你用它的大脑来看得到中间这个区域，它在下面的中点。刚刚就是直觉这样可以这样判断，但是好，那个系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一题，第一个，他问的是周期。好，那讲了半天了，那我们刚讲到一个周期有什么关系？来，重点啊，因为我们的最大加速器啊，它有点圆周一样的象棋加速器，它就是跟周期有关的，对吧？一比三分之四分之二，这样子吧，好，那这个累积嘛，有点，所以 T 就出来了，所以它的周期就是这样，就二拍根号这样，区分，我看给它啊。好，第二个，那最低点的时候的正向力道，好，刚刚讲的执行观点，好，看得到，二六局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再解释一下为什么，重点来哈，因为最高点正向力等于，让我们知道加速度距，好，很难，然后因为对称性，我们就知道向力是距向上，好，那你就知道正向力等于。把这些加注。好，第三个，那下方的振幅置办处，刚才讲过了嘛？这个其实你不用想太多啊，直接用内插啊，你就知道是这个 N 等于为二分之三 mg。好，你看上方是下方啊。好，那为什么呢？简单嘛，因为我们简单的解释是在振幅置办处它的加速度很大，变成它的置办处啊，这个也比较熟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加速度等于啊，等于这个 omega 平方怎么样？所以加速度跟位置也是成正，所以下方的振幅置办处加速度要二分之趋向上，所以它的分。当然是等于二分之三点五，好，不画，好不好？就是不画，好，好，没问题。好，第四个啊，那从最高点到平衡点下方振幅置办需时间多久？好，来，要用什么方法？可以啊，没有，用什么方法？用到了，我刚才讲了几次了，可以用什么方法？问时间就想到什么？半错，你说好，就是参考我的，好，你说好，很好。所以他说得从上端点到下方正负置办处，好。啊，这个真的不难啊，要把它学会啊。所以，但今天这个时候变成它是 Y 方向的运动啊。我们变成是同一个 Y 方向，好，这个要知道，这题没什么嘛，好，好，所以它从上端点，好，跑到哪边？下方正负置办，好，先看到，从这边来看，它等于跑了这么远，可以吗？好，但是对我们的时间的计算没有帮助，可以吗？好，好，那这种反投影，好，不要注意哦，反投影怎么做呢？这老师细节的，因为我们的习惯上，我们都是用逆时针，好，我们的坐标都是右手坐标，好，转动都是以逆时针为正，好，习惯上，好，好，所以它相当于怎么样？反投影，那得从哪边？好，你要注意哦，这时候投影环是在这里啊，
好，当然这个点它其实有两个投影，有这里跟这里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因为它这样过来的话，最少的话就从这里过来，所以它得相当于从这里把它的啊，以它的圆等速圆周运动的概念的话啊，好，所以这时候它跑了多少时间，你就跟它角度就好啊，所以那几度，好，是30嘛，所以得让100。20 OK 好，那时间到就出来，得到1/3个周期 OK 吗？那你把刚才答案再除以3就好，有问题？好，第五题哈。平衡点的速率为若干，好，好，那平衡点的速率怎么算？也是一样啊，平衡点的速率也其实得让这速度的最大值，对不对？那速度最大值当然就等于圆周运动的，啊，就等于欧米伽 r 嘛，好，好，那这边有，这边有算 t 啊，就算直接算 t 分怎么样？二派啊，这样可以吗？OK， 好，那一样嘛，把 T 带进来啊。这就等于呢，二派根号 G 分之 R。好，先打就出来，所以就得到，就等于根号 G 啊。OK。好，没问题。